我们大家一起用选票让这群家伙滚蛋，好不好？好。在今天这么关键的时刻，我们却看到另外一个候选人，他领着中华民国的薪水，曾经宣誓遵守中华民国宪法，但是他却是说中华民国、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的人。这种人有资格当我们的总统吗？没有。 我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站上这个台子，大家可以想象，这是我第一次，第一次的经验献给我们所有的高雄乡亲朋友们。现在的执政党是什么个样子？大家一定跟我想法一样，现在的执政党就是个吃铜吃铁的党，现在的民进党吃铜吃铁，天上的光，天上的风，海里的船，地上能走的不能走的，只要有利益，他们就要吃。 这就是民进党，他还迫害学术自由，倒霉的就是我。他们没有道德底线，论文抄袭对他们不是一件事儿，在外面歪歪狼对他们也没有关系，越歪他们越喜欢。这就是民进党，所有的坏事只有他们想不出来的，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。 可是这样的政党，人民对他们愤怒，觉得他们听得到吗？告诉大家，他才不鸟你们呢！我们现在是民主社会，我们有选票，我们大家一起用选票让这群家伙滚蛋，好不好？好。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，吃铜吃铁，谋财害命，胡作非为，所有的事情，他们的候选人不是总策划。 就是总指挥，或者自己是刽子手。我们要这样子的人当总统吗？不要！在今天这么关键的时刻，我们却看到另外一个候选人，他领着中华民国的薪水，曾经宣誓遵守中华民国宪法，但是他却是说中华民国、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的人。 这种人有资格当我们的总统吗？没有。集中力量，集中选票，下架民进党，好不好？下架民进党，好不好？好。支持侯友宜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？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工作，大学教职到政府职务，到台大的校长，我今天已经没有任何职务。 66期，我对未来也没有任何期望或野心，甚至今天就是我卸任台大校长1周年的日子。哇！我只有一个心愿：台湾一定要安全，青年一定要有未来，人民一定要有幸福。在这个时刻，我把3个一定送给我们3号侯友宜，好不好？ 干不下，干不下！侯友宜，动算！侯友宜，动算！侯友宜，动算！1月13号 ，TVBS 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，Facebook、YouTube 同步直播。下午3点，一切准备就绪；下午4点，最及时、准确的开票；下午6点，大局鼎定，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；晚上8点，政治新局、美中台关系，带给你最深入分析。 1月13，锁定 TVBS 新闻网。